所以有无常空，有缘起空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叫做永恒。今天有恒永恒的，就是按照佛陀本身的佛法去修行。你只要证得佛性，或者你到能够到西方净土、东方净土，啊，的东方的净土叫做妙喜世界。明天要讲东方西方了，啊，明天这个六祖有谈到什么是东方，什么是西方，啊，其实都是在你的心中嘛，其实都在你的心中。你心净就佛土净，心净了，佛心清净，佛土它就出现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修行，最主要是让你的心啊清净，啊，不受污染。本来佛性就不受污染，只是你的事受了污染。因为你的事受了污染，所以你在六道轮回，你才六道轮回。你今天的事把它变成清净，就变成第八世阿赖耶识，就本来的佛性就显现出来，那个叫做这个无后世。无后，这个没有无后的事叫做佛性，只有它本无垢，无垢无垢，我的国语发音不标准，还希望大家原谅。我是正港的台湾人。有时候这个那个叫无垢事，无垢，无垢事，哦，你们国语那么标准。无垢事啊，无垢事就是佛性，就是佛性，完全没有无垢的。这因为我们人就是有这个垢啊，才会这个才会轮回的，才会轮回，才六道轮回的。佛性是不用轮回的，你唯有不用轮回，才能够成佛，才能在佛国里面。而这个是人生的价值啊！如果你说啊，我根本不相信佛法，那你就永远在这个天人阿修罗第一恶鬼畜生里面呢，这样子，这样轮转六道里面这样子转，永远不停。你说这样子好呢，还是成佛好？成佛好啊！这个成佛呢，你可以成了佛以后啊，你再来这个六道当中去度众生，这个叫做任运自在。能够任运自在，就不会受苦。你不能够任运自在，都会受苦。啊，天人有天人的苦，啊，人间有人间的苦，啊，地狱啊、恶鬼啊、畜生啊、阿修罗啊，都苦，通通都很苦。尤其最不能修行的就是畜生道，啊，畜生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，这三道很苦。根本不闻佛法，只能受了业报受苦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这个珍惜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人生的光阴啊，在人间呢好好的这个跟着佛陀修行啊，依照佛法修身口意清净啊，一直能够开悟明心，那么见性成佛，啊，这是最重要。那么今天呢，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这里还有讲到一点啊，说用龙袍啊做生机的好处。龙袍做生机的好处是这样子的，师尊如果穿过的龙袍，这个龙本身来讲起来，地啊也是我们所谓的地，我们称为龙，有生气的地方我们称为龙脉，有生气的地方我们称为龙脉。那么以师尊的龙袍来做生机的话，按照这样子讲，它有关联存在。龙袍、龙脉就是龙气，重点是在哪里？你在龙气上，在地里的这个龙，龙在走的这个结起来的穴上，你用师尊本身穿过的龙袍，这个龙是活的，龙是活的，跟地的龙是活的，互相配合。那么以龙袍做生机来讲，当然有它的益处，因为是龙是活的，衣服是活的，地气是活的，就变成有益处了，是这样子。他这边是问用龙袍做生机有什么益处啊？就是师尊的龙袍是活的，啊。那么把它坐在龙穴上，重点呢，一定要在龙穴上。还有龙袍是活的，但龙穴上一定要坐在龙穴上才有用处。啊，这是龙加龙啊，龙加龙。你以后可以用大鹏金翅鸟做龙，做生机了。哦，那是结缘的。那个衣服有龙吗？有很多龙，很多很多百龙，百龙，百龙，千龙，百龙，万龙，对。万龙，万龙，高雄，我在高雄的时候有一个万龙戏院。那今天的观点是这个传承大家子，就是说大日如来、佛眼佛母、阿弥陀佛、莲花童子的观点，跟这个黄财神、真巴拉本尊的这个四福观点。哎，那明天不是要做黄财神父母吗？合起来灌嘛，传承大家时，我们念这个大日如来的咒，嗡边萨大都发，黄财神嗡真巴拉刹那刹那耶娑哈，做这两尊的合起来灌。